好，我是 Grace， 然后大家看到我穿的韩服，所以呢我今天准备要去景福宫，但是我作为一个在韩国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呢，我想要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，就是我今天准备去景福宫过夜。过夜？我在景福宫过夜？镇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之前听过一个故事，说如果你在景福宫待晚上12点的话，你就会穿越啊，穿越到朝鲜时代，有没有？想一想就激动。好，收。大家都知道景福宫是，他到下班的时候他就会赶人的，所以呢，我其实也没有做太多的计划啦，但是有一个小小的计划，因为今天是周六嘛，所以景福宫是16:30是停止，就要全部出去，然后15:30就要停止卖票了。所以呢，我的想法就是，因为我穿韩服是可以不用买票的，然后我可以直接进去。然后，如果我晚上穿越的话，穿着这个到朝鲜时代，应该我要去朝鲜时代了。哦天哪，不行！哎，不对啊，我如果今天晚上要穿越的话，那不就意味着我再也回不来了？对啊，那这个就是我这人生当中最后一次影像了吗？啊！天哪，那我要先录一个遗书才行。爸爸妈妈，我可能没有做到你们想要的100%的好女儿，我也做了很多的坏事情，但是我真的很爱你们。不对啊！天哪，我在干什么？我想好的策略就是在晚上在厕所待一会儿，待到他们赶人全部赶完之后，然后我再等到大家都出去了，我再出去。之后其实没有任何的策略，因为我也想不出来我该干什么。大家给大家看一下，看得见吗？天哪，这能看那个鬼啊！看，我本来是想要这里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卫生间来着，在这里，因为这边离水比较远，如果离水近的话，温度可能会更冷。那也离人群，因为没有卖店啊或者什么的，我个人觉得它会比较，大家会不太关心那个地方。哎，其实今天如果要过夜的话，我穿这个是不是很冷啊？会不会很不方便啊？好吧，换下来。哒哒，既然说要去景福宫过夜的话，首先我要拿一个大包来装东西。唉，果然要开始一轮新的挑战，装上我的 iPad， 然后肯定要拍东西，那要有自拍棒，然后因为晚上会很冷，所以我准备带一个超大的围巾，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充电的，我昨天已经把它充到了100%，哈哈哈。然后我的帽子，最少不了的就是这个啦，还有我的小枕头是可以吹起来的，这个超方便，我每一次出去旅游都有带这个，因为我要一个人待在景福宫的话，圣经。啊，怎么办？我好怕，怎么办？我好怕遇见鬼啊！万一真的碰到鬼怎么办？但是圣经太重了，所以呢，装在心里。带上这个好了。这个其实是我不太记得，但是它是拿来驱邪用的，至少它比较小。然后因为晚上时间太久，我也没有什么事情干，所以我会把我电脑带上去写剧本。对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，我爹地和妈咪的照片。如果我要是穿越了，所以要带上照片。想想就开心啊。应该还要带什么什么喝的啊吃的啊，这些我准备一会儿出去的时候买。然后我想说的就是，很可能我会被他们赶出来，
或者如果你们看到我在警察局的话，就帮我赎一下身好吗？谢谢。Hello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是3:20，我现在去看看能不能赶上入场。지금 경복궁 도착, 하하하. 들어가서 票 사야겠다. 我要进去买个票。Hello，我刚刚买了票，现在要进检票口了。现在3:40，到了景福宫了，完美。现在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找厕所。先是去离出口最近的厕所，Let's go！好久没有来景福宫了。我在韩国应该来过有不下6次景福宫了吧？因为本身就特别喜欢故宫这些地方啊，像景福宫啊、昌庆宫啊、昌德宫啊。庆熙宫啊，我都有去过啊，什么宗庙一系列的，都还蛮喜欢的。所以，哦，今天为什么视频这么美好啊？来，先找厕所，哈哈哈，先关了一会儿，手机要没有电了。厕所里面实在没有办法躲，好想趁没有人的时候躲到这个里面。我刚刚从厕所走出来。然后我想了想，其实我没有必要一定要找一个厕所，我只需要找一个地方可以藏身就行了。所以继续找一找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语音室，给大家看一下语音室，这里很暖和，还有插电的，还有沙发，我就准备在这里待一夜了。我刚刚把这里锁上了。外面还在催人，但是还有些人没有走，感觉要到5点，至少5点半左右，5点半左右才可以出去看一看。刚刚有人来，查过了。怎么办呢？我好害怕呀！我要出去了，不行，我好害怕呀！我真的好害怕呀！怎么办呀？咋办呀？咋办呀？我好害怕呀！我想出去了，待不下去了，就这样，我要出去了。
我还是出来了，而且外头就有警察在那儿站着，刚刚灯关了，然后他们把那个门外的门给锁了。这不是最主要的问题，最主要的问题是我的水喝完了，然后我觉得我可能撑不到第二天早上9点，所以我还是出来了。现在是16:57，我对不起大家，这个 video 忙死了，别安呢。Hello， 我刚已经到家了，然后我刚才有检查了一下我的影像们，我落掉了很重要的一趴，我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，然后结果我发现是因为我自己太紧张了，然后没有拍到。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会紧张成那样子，到我以为我自己在拍的，其实我没有在拍。天哪，本来过了今天我会是全世界上最勇敢的女孩。